地。这个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这是新风扇，之前我自己都没见到过，包括这个，马上买，待会我告诉你怎么买便宜啊。说过来了，我还以为这样子，还有这样子过来的，就是像那个买菜的小姐姐。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哈，来，各位线上线下的宝宝们，大家晚上好，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呱呱，我是呱呱啊。朋友们可以看到呱呱现在所处的位置和之前的直播间呢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在室外，对不对？那有持续关注我们心相印直播间的宝宝肯定都知道呱呱现在在哪里，呱呱现在就在我们厦门的体育路的大润发购物广场哈。今天为什么在线下给大家做直播？每次呱呱在线下给大家做直播的时候，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哦。那我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福利好吗？首先，宝宝们啊，购买恒安品牌的商品，只要在我们大润发购买恒安品牌的商品，每瓶单张收银小票满38元就可以送我们的心相印的湿巾10片的一包，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背后的这个背景板，心相印告白记，用心告白。对，现在今天是我们心相印茶语告白记。那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就是镜头可以推近一点啊，我们前面有这个好好看的这个包装，还有我们新的云感柔肤系列的这个抽纸。我想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很好看的这个手帕纸啊。这个待会儿呢，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会一一的发放，所有现场有在现场看呱呱进行一个分享的宝宝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一包这个超迷你的手帕纸。那宝宝们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打开手机支付宝进行一个 AR 扫码，刚刚嘴有点瓢，不好意思啊， AR 扫码就可以扫它就可以扫出来是为宝宝们定制的专属告白纸巾，这是我们心相印为宝宝们定制的专属告白纸巾。来，粉丝朋友可以拍一下，真的很好看。哎，我看到很多宝宝都在扫码，不用着急哈，待会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每一位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每一个人都会发一包我们这个告白记的手帕纸，这个手帕纸真的超级好看的。 AR 扫码可以帮你勇敢告白，如果说有什么想要说的话，对心仪的对象不敢说出口的，就直接送这一包纸巾告诉他，他就知道你想要对他说什么，可以勇敢告白。除此之外还可以领券，所以说今天看直播优惠力度非常强。那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大润发前面嘛，对吧？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润发的福利，今天呢是我们大润发22周年庆，会奉上多重惊喜福利给到大家。所有大润发的门店都有参加活动，首先第一重的福利是在10月29日之前，无论是线上的宝宝还是线下的宝宝，都可以在咱们大润发单笔购物满指定金额，就可以凭着咱们的会员卡去参加抽奖活动。那我拿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厦门的体育路的大润发购物广场这家店举个例子给大家哈，比如说在我们这家店当日凭单张小票消费满128元就有机会赢取多少钱？3888元的现金，888元的现金，还有更多惊喜好礼等你赢。中奖率多少？中奖率100%。那多重福利嘛，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大润发指定产品22元任选2件，指定产品22元任选3件，宝宝们可以现在就冲进大润发进行一个购买啊！今天的福利是真的非常的多，让我喘一口气。好，继续。
我这个呱呱戏很多哈。好，第三重福利，200支印花产品直降价，超强回馈，低至50%优惠，相识相守了22周年，发哥用行动说爱你。好，除了我们线下的福利啊、哦，除了我们线下的福利，我们直播间的宝宝，所有现场的粉丝也可以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心相印旗舰店，点击首页，然后进入直播间，我们直播间会有非常多的奖品要抽送给大家，非常多的奖品要抽送给大家。我看到那个奖品表的时候，我整个人惊呆，我整个瓜惊呆掉。好，所有宝宝们要记得进入直播间。那看到所有现场的宝宝以及我们线上的粉丝啊，看到大润发和我们直播间的惊喜福利，是不是很心动？福利不止这些，是的呢，好，很配合，谢谢。福利不止这些哦，有关注心相印微博粉丝的朋友们都知道，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两位漂亮小姐姐。等一下，配合一下，我举大拇指的时候，你们才可以鼓掌。来，请到了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好，那呱呱，我是呱呱，记住我的名字，不要就是这场直播，这次活动结束下来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是什么。我是呱呱，呱呱给大家提几个关键词好吗？首先，第一个词是塞纳河，所有直播间的宝宝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刷出来哈。塞纳河。第二个关键词是最近发了新歌。第三个关键词是分别是大眼萌妹、长腿辣妹。来，我们再配合一下，大家都非常的配合。好，我们再聊一分钟好不好？他们马上就来了。那对对对，因为刚刚有说，其实刚刚大家都开始已经用 AR 扫码，就是扫我们这个可以告白的纸巾，迫不及待的想要给自己心中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告白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就是稍微进行一个手帕纸的一个发放，所有的粉丝都有这个福利哦，所有线下的宝宝都有这个福利。好，来，大家稍等一下啊。好，我好像看到了。好，我们一起，我竖起大拇指了啊。我们一起欢迎他们出场。还有这种东西。来，刚刚大家稍微的 wow 了一下，现在给大家5秒钟，让大家好好的 wow 一下好吗？来，预备走。还有1秒嘞。好，非常优秀，非常优秀啊。那我们现场的宝宝还有包括我们线上我们直播间的宝宝都非常的高兴能够见到你们，非常的期待能够见到你们，刚刚也看到他们这么的激动，对吗？那我们直播间宝宝可以刷评论跟我们两位漂亮的小姐姐打个招呼。那两位小姐姐可以跟大家先做一个不用自我介绍，但是还例行公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好的呀。来，大家好，我是 SNH48 的冯清朵。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孙瑞。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哇，好漂亮！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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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好瘦，好高，我的天哪，好心动，好高，是不是说出了你们的真心话？我也是。什么什么？没听到，再说一遍。他们说我也是，他们说他们也很高很漂亮的意思，很自恋这帮人。好。非常优秀啊，我们的粉丝们真的非常优秀，大家一直在那个手机可以稍微停一下，我们聊聊天好不好？来，
两位小姐姐好，是不是有点冷？不冷不冷不冷，这个我刚从北京过来，然后就是已经算是夏天了这边，嗯。那所以到我们厦门觉得就是厦门还是蛮暖和的是吧？对，一下来什么外套羽绒服啊什么都脱了，棉大衣啥的。 那其实今天呢可以看到我们对面大大的 logo 三个字大润发，那我觉得你们肯定知道今天就是是什么日子，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是个什么好日子，是大润发的22周年，对吧？对，22周年庆，对对对，22周年庆。所以呢非常多的福利送给大家，非常多的福利送给大家。那其实除了大润发22周年庆多重好礼送给大家以外哈，我们心相印也有一个新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可以偷偷看一下后面的背景吧。心相印双十一提前嗨活动啊，这个是一个，没错。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告白记，告白记，告白记。对对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相印的告白记哦。我们的粉丝宝宝，就因为刚刚已经有听呱呱我分享过了，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我们心相印告白记呢，就是这个，一人来一人一个吗？可以啊，这是啥？告白的时候抹眼泪用的。对对对，告。但是用了我们这款心相印的告白剂的手帕纸啊，告白是不会失败的。为什么？因为它可以用手机支付宝打开，然后 AR 进行一个扫码，可以会有那个会有一封信弹出来，直接用它进行一个告白，就万无一失，绝对成功。你们要不要试试？我准备了两只手机给你们。啥呀？是扫完了之后要告白的意思吗？后面会有这个环节，不要着急了。来，我打开一下我的支付宝。我没什么钱，不用扫掉我的钱了。要花钱吗？这个？不用花钱，因为我的账户里也没什么钱。啊，扫扫这个，扫这个。你别笑我。就后面这个超级好看的图案。包括我们线下的粉丝哦，大家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给大家一人发了一包我们的手帕纸，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尝试，进行一个告白。哎，不是扫码吗？哦，是扫，是 AR。等我啊。没事，不着急，我们可以等。扫整包的纸巾，我们可以放一点，稍微，快看，快看，可以展示给我们的镜头，真的很好看，弹出一只小兔子嘞，看到了吗？所有的粉丝们都可以进行一个尝试啊，后边这俩人就不带到了，太吓人了。然后还会有一只鸽子叼个信过来，然后点击那个写一封信就可以进行一个告白。这就是我们心相印告白记想要送给大家的，能够让所有的宝宝们都可以勇敢说爱。我们心相印的纸巾，我们心相印的手帕纸带给大家的。那除了刚刚提到的我们心相印的告白记哈，其实刚刚我们的蕊哥也有跟大家提到，就是今天是心相印双十一提前嗨。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陶仙达双十一品牌周，哇，优秀，哇，还有天猫双十一年度庆典，耶，优秀，哇。好，每说一个就哇一下好吗？来，那这个天猫双十一年度庆典今天就是预售的第一天哦，两位应该都有买东西吧？买了。你买了啥呀？还用说吗？心相印纸啊。哎呦，除了这个，哎呦，这个我们我以为是最重要的，你要压轴说的。没关系，可以一直说，从头说到尾，从头 Q。那好，那我来总结一下啊。现在是呱呱说话时刻啊，你们可以拍照，好，没关系，拍。好，今天在天猫超市买心相印的产品，满109减20元，玩互动游戏，就是它 AR 扫码，还可以
另外领取淘鲜达或者是大润发的10元满减优惠券。刚刚我们的小姐姐已经带着大家扫过码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再进行一波，就是如果说有的线下的宝宝们没有拿到我们这个手帕纸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再进行一波发放啊，宝宝们不用着急，每个人都可以勇敢告白，勇敢说爱。哎，对，其实刚刚这个是吗？其实刚刚已经有提到双十一天猫盛典哈，以及也有问到说双十一囤什么货这个问题，两位小姐姐可以具体的进行一个分享吗？就是具体的。其实我觉得双十一的话，更主要的，我每次双十一都会囤一些，就是真的是生活用品、消耗品之类的东西。对对对，生活用品，然后主要是就是纸啊，真的会，我会好，我因为我们人房间嘛，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呢没事就聚会，你知道吧，就是好多聚会，然后我们就会用纸，然后真的我会经常买纸，然后就是这种抽纸一天就能用掉一包，哪是一包，咱都用三四包。对，可能干了些啥呀，老洒水洒东西。对对对，总洒饮料啥的。对，你们聚会都玩点啥呀？我也是洒水的游戏。洒水的游戏啊，就是大家就在一起啊，喝饮料，然后聊聊天啊，然后开心的时候就洒水。对对对对，然后再用我们的新相应纸巾擦擦桌子，做卫生啊。那宝宝们啊，所有的粉丝们都听到了吗？我们的小姐姐说了她囤什么货哈，笔记本拿出来记一下，手机拿出来直接下单啊，这些好货要跟着小姐姐一起囤起来，好不好？那呱呱呢，要首先的首当其冲先囤起来我的手机，我先囤了啊。哎，对了啊，两位小姐姐，除了你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好物要囤啊，我还想跟你们分享一下，今天咱们新相应天猫超市也多了一款必囤好物啊！你们猜一下是桌面上的啥？那一定是这个。对啊，是这个。对，这俩啊，这俩云感立体压花，来可以感受一下哦，感受一下，抽一下来，我们撒点水。哎，撒点水啊！哇，我们云感柔肤系列的抽纸是今天新出道的。我们云感系列的抽纸今天新出道的，而且它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小云朵，然后摸起来的手感也是和另一款的纸巾相对来说更软，然后更薄，就是更柔软。对，这是因为这是独创的云感立体压花，云感立体压花它可以让纸巾更加的紧致，就像我们想让我们的肌肤更加的紧致一样，而且不含化学粘合剂，就是没有添加化学粘合剂，自然的粘合。压花贴得很紧。是，就是感觉你们可以就是尝试一下，把它手感把它们分开一层一层，它是总共是有三层。人家说贴得很紧，撕纸，哎，撕不开呢，完全。对啊，这个很难撕开的，因为贴得很紧的。太难撕了，哎，真撕不开。而且这款纸巾它是没有香味的，一包九十抽没有香味的，就是家里头有 baby 啊，家里头有 baby。那我家有猫的话，就是家里头有猫的猫咪可以用，对，而且我们快乐屋的人也可以用。对对，真的，我觉得纸巾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纸巾真的是生活中一个必备，就出门啊你也得需要这个纸。有时候我特别嫌弃他们，就是他们吧一点都没有一个小姑娘的样子，我不带纸也就算了，他们也不带纸。对啊，我们就是每次出去就真的很少有人带纸，然后我觉得纸真的是很重要。对，纸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撕纸女孩来说啊。那我已经跟你们的粉丝形成了一个默契，我每点一个赞大家就要鼓一次掌，那种狠狠的鼓的那种。好，我继续讲话，呱呱继续讲话，你们可以继续拍照哈。这是我们今天新出道的云感系列抽纸，这个系列啊，除了有它抽纸以外，还有我们的卷纸，我们刚刚已经感受过了。那其实我们的抽纸今天刚出道，我刚刚介绍了我们的抽纸，
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新相印有新品超好用的云感系列纸巾发布，咱们 SNH48 也有新歌发布、那不如趁着今天现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来来，首先介绍你们的新歌。我们新歌是时间的歌、是我们、因为我在听是不是有一个我们 对就是我们的新歌。然后就是这首歌呢，就是我们都是走的是那种校园风，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通过在生活中啊遇到一些难事，然后一下想到当时在小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校园里上学的时候，然后有困难都会身边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都会帮忙，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又回到当年的学校，然后一起继续就是一起往前冲嘛，就一起努力。然后就觉得我们这首歌还是真的很好听。我们一直都那么年轻啊。据呱呱了解呢，呱呱是有了解过的啊。据呱呱了解，我们蕊哥啊是在日本拍摄 MV 对不对？蕊蕊在日本发生的趣事、发生趣事要说吗？没有，我瞎说的、我想瞎 Q 你的。是啊，我正打算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日本发生什么趣事？对，这次在日本有什么难忘的回忆？有什么难忘的回忆？其实我们难忘的回忆太多了。就是我们就是从就是每天那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要拍摄，有一天早上起来起得特别早，然后呢大概是2点钟开始做造型，我们所有人凌晨2点起床做造型，为了什么呢？就妆发好，就为了去一个田间追一辆火车，然后那火车是平均20分钟来一辆，然后就等于我们拍一条之后要在那个雨中站20分钟，然后再等第二辆再过来，然后再在那站20分钟，就我们一直拍到早上10点，你知道吗？就为了一遍一遍的追那个火车，然后我们还要跟那火车上的人这样招手，然后火车上人就是一脸懵的这样看着下面的我们，就很神奇。不是，那这个火车上的人是怎么？这20分钟一辆是？就是每一辆的乘客就是不一样的乘客，都是人家真的是去坐火车的人，我们只是莫名其妙的在追那个火车而已。然后那天坐火车的人都回忆那天很多美女在下面追车，很多美女在下面追我们。那时候应该火车上一人发一包纸，是对抹眼泪啊，为什么他们要追我？为什么要追我？那其实哈，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很想去日本玩，就是我可能下一个旅游目的地就是日本。那在这之前，我想向瑞哥讨教一下攻略，就是能有什么出行必备的小单品啊，或者之类的小攻略可以分享给我吗？出行必备的小单品，其实我还是蛮多的出行必备的小单品。首先充电器必须备啊，充电器，然后纸，还有就是各种纸啊，就必须要装满箱出发，人就出发，就这样。还有很多，其实我还有很多那种旅行装的那些护肤品啊，还有洗发露、沐浴露啊，就这些旅行装的很小，对对对，然后又很方便携带。对，小的那种的确是比较方便携带啊。那刚刚问完我们的瑞哥啊，现在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朵朵，我呱呱还知道，最近朵朵啊兼任了 BEJ 哈。对。他们像刚知道了一样的，对，你们怎么像刚真是个大新闻？难道是我讲了你们才知道的吗？对，差不多是这样。哇哦，大家都是金鱼的记忆。OK， 但今天会从头一直挖到尾啊。那以后可能要经常在北京工作、对对对，北京其实和上海的话天气差的还是有点多，北京可能会比较干燥一点。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保湿的小妙招，我想要向您讨教一些保湿的小妙招啊？就是其实我是自己就是北方人嘛，所以说我比较适应这种干冷的天气，然后基本上就是多敷面膜，一天整个十几张面膜就往脸上贴，就不化妆的时候。完了之后呢，再就是湿巾，我觉得那个要多，但是湿巾不能当面膜用啊，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对，就是那个湿巾这种东西，偶尔就是经常擦擦手啊什么的，我就自己比较喜欢用湿巾。对，多喝水，多喝热水。我们朵朵眼睛真的好大呀。对，对。
好大呀，扑闪扑闪的，不要一直看着我放电的感觉。好，那我还是两位小姐姐都分享过自己了地形公式，我呢又要再分享一下我自己。好，每次我分享我自己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拍照拍照，来举起相机拍照。现在听我说，呱呱呢是在就是这里厦门，我在厦门工作哈。厦门比上海和北京都温暖的多。刚刚我们朵朵也有提到，那其实最近天气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得凉爽，因为要邀请两位小姐姐来我们厦门玩呢。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出行的话，我也会随身携带心相印的纸巾，真的是可以为自己的出行带来很大的便利。我们心相印的纸巾真的超级好用。刚刚是一直就是让两位小姐姐在分享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哦。那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宝宝们粉丝可能站得稍微有点累，不如我们给大家抽一波福利呀。可以。好好，我来看我手势，非常优秀，你们的粉丝很配合我，很会捧场。对对，好，那现在啊，直播间的宝宝们准备，所有现场的宝宝都可以拿起手机搜索，拿起手机打开手机淘宝，搜索心相印旗舰店，进入直播间，我们准备抽奖。这一轮的话，会抽三位宝宝送我们这个新品云感系列，这是超级好用的，我都还没有用过，超级好用的云感柔肤系列的抽纸，送三位宝宝，每位宝宝都送三箱。那我现在，每位宝宝都送一箱。好，谢谢纠正。一箱，谢谢纠正。好，那我现在先做一个示范，我待会儿先抽一个，然后另外两位幸运的宝宝由我们的朵朵和我们的瑞哥进行一个截图抽奖。好呀，来，我先来。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必定很多人。打开，这一箱是多少包啊？一箱是多少包啊？稍等一下。哇，我看到了，大家哇，我看到了好多，所有宝宝们啊，要关注直播间，并且分享直播间才可以参与抽奖。关注直播间并且分享直播间才可以抽奖。口令刷起来，为小姐姐们打 call， 刷起来，为小姐姐们打 call 啊！哇，可以看一下大家在刷的评论。好的好的，我觉得应该除了刷名也没什么别的内容。你看抽了吗？我来抽。来，我做个示范啊，你们学习一下。来，我要站起来吗？镜头可以拍得到吗？我待会儿截图抽奖啊。我这边为小姐姐们打 call， 刷起来好吗？为小姐姐们打 call， 我看到刷起来。我这边倒数十个数，要凭着分享直播间的截图才可以领奖。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抽截屏的第一位宝宝。哎呀，一截图我们就冲到第九名了。哎，这口令刷错了，重来。我知道你们刷名字很开，就是很兴奋，但是我们要抽奖的话要刷口令啊，为小姐姐们打 call。 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好，刚好卡到一半的一位粉丝，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现场啊，这位朋友，新粉一的宝宝小换三，恭喜你获得了我们心相印的新品云感系列的抽纸一箱，超级好用的抽纸，好幸运哦！小换三，好，没有中奖的宝宝不要气馁，现在我要邀请来朵朵来进行一个截图，大家刷起来啊，开始了，十，好了，十，耶，哇，耶。好，这个哥们儿叫，等会儿啊，等会儿，这得找相册是吧？那我来吧。你来把它念出来。是第一个吗？第一个叫 Smile 的初夏，有在现场吗？嗯，谢谢，恭喜你啊！下一个，下一位，等会儿啊，我会了已经。好，优秀，好。
看看、啊、Smile 的初夏，凭着分享直播间的截图去找万能的客服小姐姐领奖，我要抽了第三轮，嗯，三二一，好了，看来只有我最叫一席卷，一席卷有吗？一席卷有在吗？是线下的宝宝吗 ？No， OK， 来一席卷，一席卷，你们怎么回事？在这这么多人，然后没有一个抽到，太差了。聊个几句吧啊，嗯、一席卷新粉一的宝宝来。分享直播间的截图去找客服小姐领奖，没有中奖的粉丝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奖品要抽给大家，后面还有很多奖品要抽给大家。那恭喜刚刚三位中奖的宝宝，恭喜三位，恭喜刚刚三位中奖的宝宝啊。其实我们刚刚在谈纸巾，在谈纸巾，这一款纸巾是触感很好的，很好的纸巾，深得我心，我非常喜欢。那我想问一下两位小姐姐，就是平时买纸的话，更注重哪一点呢？就是比较注重触感啊，还是注重外观啊，等等的。先说吧，我其实两点都蛮注重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遇到好多卡通漂亮的或者上面有这种云朵的这种，我还是会喜欢的，但是更重要的我喜欢的是那种，因为我平时洗脸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纸巾就是这样擦脸，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毛巾的话呢，你长时间擦脸就会有很多细菌滋生，然后就会长痘，然后呢我就很纸就是所以擦脸的纸就要挑很柔的很轻柔的很软的那种，然后不会伤害皮肤的那种纸才可以就用，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款纸还很好，嗯，所以之后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款新品银，就不用考虑了，之后就会全部使用，不用考虑了，对，直接选买它，对对对，好，那我们朵朵呢？我的话就是我对纸还蛮挑剔的，就是如果是就是比如说抽出来我稍微看到一点那种飞沫的话，就是叫什么？就纸屑那种感觉的东西，那我这个牌子我都不会再用它了。对，然后还有就是手感，我觉得特别重要。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包装，我有的时候也非常的注重。嗯，像这种就是绿色嘛，我自己就非常喜欢绿色。对，所以我可能就会把它买回家，就是在商场里面看到一个绿色的东西，我就会抓回去。对，不仅是这款绿色的这款抽纸啊，还有我们这个会告白的纸巾，这款手帕纸也是非常的好看，我觉得你们肯定很喜欢这上面的兔子哦。对，然后刚才也感受过了它告白，勇敢告白的那个功力啊。那我想就是因为之前已经有跟我们的粉丝预告过，就是待会不仅是纸巾会告白，就是我们的小姐姐也会进行一个告白啊！哇，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好期待了。我们两个平时也不是那种能告白的人，所以你们也别期望太高，不可能的。OK， 好，那在告白之前，大家先冷静一下。在告白之前，我们先坦白。呱呱在上台之前啊，有收到消息，可能是小道消息啊。两位小姐姐要相互坦白一件事情，对吗？啥？快，你有什么可坦白的？你赶快交代。对，你有什么秘密？你赶紧告诉我。就比如说那天我看到你，我的监控里你进了我房间，打开了冰箱，你赶紧拿了什么？你赶紧交代。对，我就拿了你里面的那些什么金条啊、美金啊啥的，我全拿走了，也不知道你为啥装冰箱里去了。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可坦白的，因为我们平时生活中私底下都是非常好的朋友，就是基本上是那种没有秘密之间，就完全就是对他来说确实没有秘密。这种在房间里装监控的人，确实没有秘密。谁去他房间拿了什么东西，马上，而且他那个监控他自己会说话的，对，他没事就瞅着那个手机里面的监控跟我们对话。我有一次进他房间完了之后，我就想待着，然后玩玩猫啊，然后顺便吃点东西啥的，然后他那监控自己就说话了。我说干啥呢？对，我真的给我吓了一激灵，我去他房间里面。
就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遇到鬼了一样，因为就是没有体验过，第一次给我吓得真的是魂都飘了。嗯，对，这个监控我想双十一的时候囤一下。对，其实真的不错，我那个安监控也是主要是为了，因为我们屋纸的消耗量太大了，我想装监控看看到底谁用的。啊，对，主要是这么好用的纸巾肯定谁看了都要抽一抽，对吧？对。那其实要买纸巾啊，要买纸巾想要获得更优惠的价格的话，同样的我再说一遍，就是 AR 扫码就可以领优惠券啊， AR 扫码领优惠券。哎呦不好意思，他摔倒了，兔子不要摔倒。刚刚有领到手帕纸的朋友可以再拿出小手机扫一扫纸巾的二维码，就是用微信就可以扫码，然后查看告白故事，粉丝们还可以一起参加啊。那趁着大家在尝试告白小游戏的时候，我想再跟大家重复一遍，进入直播间，关注直播间，待会还有一波好礼要抽送给大家。大家都知道明星出门购物真的很不方便，大明星走花路，如果你们平时想要买一些急需的小东西的话，你们会怎么做？我会基本上就如果是生活用品，急需生活用品的话，我会上天猫上买那种就是可以立刻就是说好像是11点前下单就可以今天当天4点前就可以到，然后如果你要是在11点后下单，你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所以我觉得还非常方便。对，天猫上也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来着，淘鲜达啊，淘鲜达对。 然后就是淘鲜达它真的很快，我自己有尝试过，而且还可以领非常多的优惠券，很划算。嗯，然后这个还是同样的 AR 扫码可以参加淘鲜达进行直接下单，还有领券，还可以领券啊。那刚刚有提到淘鲜达，还是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平时有没有用就是网络超市进行一个购买，就是淘鲜达它很快哈，那网络超市它可能买的可以更多，对吗？就是有没有用网络超市，比如说天猫超市进行购买的这种经历？我太经常了，太经常了、就是真的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想要那个洗衣液，就是我当时我想洗衣服发现洗衣液没有了，然后就是我就会立刻下单，就是因为我知道第二天一早肯定能到，然后我就会经常购买一些这种东西。我经常就是会突然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突然想吃什么三文鱼啊，然后就是那种类似乱七八糟的东西，生鲜，对，就突然想吃，然后马上就要买这个东西，马上就要到，不到我这个热乎劲儿就过去了，我也不想吃了，所以说就会在这种超市里面，然后就会买一些、对，买一些这种东西。好，听到了吗？三文鱼买起来，三文鱼要吃啊。好，那刚刚前面我们给大家抽了一波奖，现在再给大家抽一波奖，这一波奖品呢是送我们的蓝牙音箱，是哇好敷衍哦。那我重新讲一遍啊，这一轮是送我们的蓝牙音箱，哇真优秀，那送5个蓝牙音箱，太优秀了，那我送一个蓝牙音箱，两位小姐姐各送2个蓝牙音箱。好，所有的宝宝们点击手机淘宝搜索心相印旗舰店，进入直播，然后可以刷评论，要记得关注直播间并且分享直播间才可以领奖，关注直播间并且分享直播间才可以领奖。同样的，我给两位就是再示范一下啊，哎，我看一下我们的口令，小姐姐带我买心相印，给我刷起来。对，小姐姐带我买心相印，给我刷起来。又到了这种紧张的抽奖音乐时刻，抽奖音乐可以大一点。好，这边可能，哇，这么炸裂！我看到了，小姐姐带我买心相印，哇，刷的好快，来。不要刷哈哈哈哈哈哈哈！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别刷哈哈哈！还没有关注直播间的啊，关注直播间才可以抽奖。来，倒数10个数：10、9、8、7、6、5、4、3、2、1。哎，
我抽截屏的第一位宝宝啊，这个新粉一的宝宝，你猜我叫肖什么？有没有在现场？啊，应该没有。不是，对对对，新粉一的宝宝名字叫做你猜我叫肖什么的宝宝，这位宝宝出来一下啊，你中奖了，你中奖了，你中奖了啊。刚刚那位海燕你可长点心，我希望你也可以中奖。好，现在我的手机交到我们朵朵的手上。好，来来来来来， come on come on， 三二一，可以，很快，三二一，抽奖了，抽奖了。哎呦，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叫一起堕落，一起堕落1026，这位朋友一起堕落，别堕落了，你现在都中奖了，不要堕落了，回归正道吧，多听音乐啊，走正道，好吧，走正道，来来来来来了，下一个了，三二一。好，抽到了这个瑞，哎呀，我咱们抽两个吧。啊，没事，是瑞宝的抹茶小团子呀。好，可以可以，瑞宝的抹茶小团子呀，有没有在现场？有没关系，还有两台，还有两台啊，赶快评论刷起来，关注并且分享直播间才可以抽奖哦。来，三二一，二狗的泡芙，哇，恭喜你。来下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了，赶快关注并且分享直播间。三二一，你说是选哪个呢？选第二个，第一个，第一个，第一个，开大星的小星，开大星的小星，恭喜你，好了，抽完了，啊，谢谢，恭喜刚刚五位幸运的宝宝，恭喜刚刚五位幸运的宝宝，所有的宝宝们关注直播间，记得关注直播间才可以抽奖，关注直播间并且分享直播间。有一位西兆君说干嘛呢，抽奖呢，哥过了，抽奖已经过了啊。好，现在啊到重头戏了，重头戏，心相印告白记，勇敢说爱，刚刚有提到我们的小姐姐要和你们，要和你们什么告白，这是谁规定的呀？我们有位工作人员笑得牙齿都露出来了，他很开心，他就是第一个最开心的那个。好，我们现在告白啊，我想什么形式的告白呀？在告白之前我想先问两位小姐姐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就是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对你们说的一些情话，或者是给你们的信啊，那种印象最深刻的告白，对你们做的告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印象最深刻的话嘛，太多了。我们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每天从周三开始一直到周天都有公演，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所有的公演啊。就我们平时公演的时候，台下那个粉丝的 call，其实还是真的蛮让我印象深刻的，而且你要是单拿出来呢都拿不出手，都拿不出手，但是就是每一个都印象非常深刻，我这样说他们就是自己，就是已经是我觉得应该是最热情的告白了，谢谢你们，谢谢。那你哎呦哎呦，我不可以，别撕了，开始撕纸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待会可以再发一些纸啊。那刚刚我们的瑞哥说完了，那我们朵朵呢？我觉得我粉丝应该算是比较……老公，我爱你！老公，我在厦门等你好久了。我也在厦门等你。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样子直接的把这种话说出来？我不懂。因为爱你。因为爱啊。可以
OK， 非常大声说出口。好，还有没有？继续，继续，还有没有？啊，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我们的粉丝真的好优秀啊！我真的没眼看，你知道吗？真是没眼看，他说已经就是我现在一听到，我现在已经可以免疫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比较崩溃的，就是觉得大家太直接了，太直接了。然后但是我现在已经稍微可以免疫一点这种魔法伤害了，然后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以后可以含蓄一点，是不是？对，含蓄一点，含蓄一点啊，听到了吗？不了算了算了算了，大家把爱藏在心里吧，要不藏在心里吧啊，都听到了吧，他们说藏不住，哎，那这是你们的事情这是你们的事情。好，那我们继续，就是其实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就是一直都在向两位表达着对你们的那种喜欢，对你们的支持。那其实粉丝就是在大家走过来的路上哈，粉丝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对着镜头，我这个告白就是我们对着镜头稍微的感谢一下他们，哪怕没眼看了。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我感觉我像是获奖感言，我看你还能说出点啥来。非常感谢大家能够一路以来支持我，一直就是陪伴着我。然后呢你们呢一定要买这个纸，这样的话咱们就用同款了，就是以后呢我在家也用这纸，你们也用这纸，咱们呢就是有一个同款的东西，可以就是在生活中有一些牵挂。谢谢大家。来吧，来吧，我说点啥呢？来吧，就是那个大家的这种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都记在心里了。然后呢，哎呦，说点啥呢？然后以后送你鸡的时候啊，包里一定要揣点纸啊。就是没有这纸，我买了，你们等到时候那个啥有机会的我再发。然后没有机会，然后这个有机会就。我一定会多买点纸，然后到时候发给大家，大家就是以后没事就多用用纸，这是个好东西。对，但是用纸的同时也要注意环保好吗？嗯，好了，对，好了，说的真的很好。我前面这个小姐姐她给我写个题词版，她叫我呢也对我的粉丝们表达一下感谢。我天哪，来这个别擦，我再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眼，看看你的啊，字太丑了。他就写了呱呱对粉丝感谢。好，那我们两位小姐姐对粉丝感谢一下，我也要对粉丝感谢一下。感谢大家在心相印直播间买纸啊，大家买到的纸我们都为小姐姐打call啊，大家买纸买的越多，我们小姐姐就越开心啊，呱呱就更开心啊。看给主持人逼的，对呀。所以以后吧，大家吧，就是也别乱撕纸了。要是当撕纸女孩的话，就用心相印的纸撕一撕哦，因为它很软，这样的话不伤手，撕着非常方便。然后呢，就是啥纸能那么拉，你还得伤手啊。这得是什么样的？因为它这个云感，这个柔肤，它就是很亲肤，你知道吗？它撕起来就是感觉就像没撕的感觉，就是你如果在家一做撕20包，你说你手多累呀？但是你这个这么轻的纸，你撕20包一点不费劲，一口气上7楼不费劲。为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撕一下试试。来，撕一张试试。他都没有飞沫，你看你最喜欢的。对啊，真的没有飞沫哎。因为我但是大家一定要保护纸，有这么强的光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对，不要乱扔这个纸啊！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撕完之后，我还会擦汗，然后再扔。对，一定要利用起来，不要乱撕，撕完就扔。撕纸的目的是为了把它就是分开来擦汗，然后这一撇可以擦汗，这一撇还可以干别的，擦嘴，给别人擦汗之类的，是不是？我刚刚看到我们的瑞哥把这个纸撕的就是一张一张撕下来，
几乎它的边界是没有那种凹凸凹凸的，主要是纸好，平时其实我没有这个专门练过撕纸的这个功力了，它那个撕的没有凹凸凹凸是因为这个纸它撕的就是它很好，所以撕起来就是很方便。鬼斧神工什么东西，鬼斧神工来一起鬼来三二一，鬼斧神工，这是什么、啊、没必要，真的没必要没必要，我就不展示我撕的这个纸了，太丑了、厉害厉害，哎呀哎我的妈呀，哎对，今天、今天大家就是昨天两位来厦门，我想问一下两位这是第几次来厦门，之前有来过吗？之前有来过，但其实平时我们生活中来的时候一般都是通告来嘛，就是没有办法都是来这就工作，工作完然后就飞走，就这样子，所以没有好好的玩一次。然后昨天我们好不容易真的就是一大早上过来，然后有一天加上今天一上午加一下午的时间可以玩嘛、你猜我们干了什么，你猜我们去哪儿了？在酒店睡觉是吧，我猜中了，但是在撕纸。对，主要是因为我们出去了就没有这个心象印纸了，我们只能在酒店用，然后就在酒店一直带。那可以揣一包我们这个告白剂的超迷你手帕纸，对，揣在兜里。还有三个款，出去揣这个。对，然后在家上厕所的时候用这个，然后在那个客厅的时候用这个，那就很方便。都全部都要带起来哈。我看一下这个对面这个小姐姐又写什么字呢？来，我们看一下，好。出门玩啥，他就写的四个字，出门玩啥。如果你想出门的话你要去哪儿玩呢？我就是那个跟我的狐朋狗友们一起。你说谁，你骂谁呢？骂你的呀，你听出来了太敏感了这个人。就是我平时休息的时候非常喜欢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是我每天都不想让自己闲着、然后就是实在没事干的话我会去密室逃脱。对，然后这是密室逃脱啊，吃饭啊，这种都是一些非常平常的小事、然后偶尔想要升华一下自己的时候就会出门画个画。对，读书是就是就我以为你是在就是意思一下就想告诉大家你有、这个、我有在读书之类的、对对对，其实也会有读书啦，但是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艺术相关的事情，所以就出去画个画陶冶一下情操啊，或者出去唱个歌啥的。我平时其实我还是蛮少出门的，然后我出门一般就是去吃饭，然后就是我特别喜欢吃饭，然后我出门就基本上80%都在吃饭，而且他吃的巨多。对，我吃巨多。然后呢平时如果要是不出门的话我就在房间里打扫卫生，我真的很喜欢扔东西，然后很喜欢就是打扫卫生，因为我有强迫症，我感觉我自己就是地毯上稍微感觉有一些就是颗粒感我就要全部就给他打扫，就这样子。我们这个小姐姐举这两天吃啥，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朵朵，就是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你是不是那种核心人物，就是靠我的脑袋 OK 全部都 pass？ 没有，我真不是、我在密室逃脱里扮演的角色就是那种我一个人啥也不干，我就跟在一群人的后面我就走，我就而且睁个大眼睛你知道吗，而且很黑，那个眼睛都冒绿光。为什么我会冒绿光？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去玩那个密室逃脱吗、我们两个走的一路啊，我们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走的上路，我们走了一路，就是我们那密室逃脱都非常大，然后有三路，然后有上中下路，我们两个走上路，然后结果呢，就是里面有个 NPC 是一个就是女生就扮的很恐怖的一个人嘛，然后呢，当时呢，朵朵也站在我旁边，然后那个女的她就在窗户那边这样歪了个头，我发现。天哪，这眼睛长得也太像冯鑫朵了。然后再看旁边的朵朵，他就这样直着看着人家，就吓人家，就这样吓 NPC。对，就是如果有 NPC 出来吓我的话，我就会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他。对，一直看着人家，就给人家看毛了，对，给人看懵了。然后就是这是我的一种手段，其实我心里还是蛮害怕的。然后但是就是想要去用自己的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然后来让他稍微内心动摇一下，这是一场心理战，对吧？对，我在密室里面的这种就是心理叫什么，那个反正还挺多的心理活动。对，那我们的瑞哥啊，就是刚刚说他出去80%都是吃，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吃了这么多，可是还这么瘦的秘诀呢？
哎呀，就是其实呢也是蛮奇怪的了，就是也没有我就是一天我吃饭特别的不规律了，然后就是还有平时我们经常跳公演，周三到周天全部都有公演，上海市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然后呢一般就是下午2点也有一场啊，晚上7点半、7点也有，就这样。你们如果想看一下我们怎么减肥的，就来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看一下，真的有点累。然后希望大家每天就是一定要揣着这个心相印的纸去，然后这样的话就证明你是看过这个直播的人，然后就会有印象。到时候喊call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心相印纸拿起来，我就知道是你了。对，拿起我们心相印的卷纸，上面举着。对，而且还可以擦汗，多多而且我们那么热啊、哦！对，我们剧场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最近突然觉得就是剧场就好像是我们在台上演，然后底下的粉丝都在底下蹦迪的感觉。对对，就是热，对，就是那种非常有互动感很强嘛，然后大家可能在台下就是也会有一点点热，嗯，很需要擦汗的情况。对，嗯、对，回去要擦汗，我也会背那个地名了，上海市嘉兴路。267号星梦剧院，哇，我的记忆力是不是超强？还看这对面小姐姐有什么要写的，写一下你的。她也是粉丝哦，她在线追星啊，她近距离追星。哇哇，来在线追星，来拿上来一下。又不愿意展示，害什么羞嘛？啊，我们刚刚这位小姐姐有问，就是两位说这两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啊嗯、就是虽然可能来厦门哈，比如说昨天两位是昨天早上到的，那没有出去玩，但是肯定也有点一些好吃的外卖，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你们印象深刻的？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吃了顿大的。我知道，我们今天早上吃了顿海底捞。而是叫到房间里吃的。对，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感谢就是心相印的款待。对对，因为我们用的是公费了，然后就是点了顿海底捞，然后在房间里面吃，点了一堆菜，哇，就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起床之后的第一顿，嗯嗯，然后真的很豪华，嗯，然后我们还吃了，我觉得有一个好吃那水果呀，啊、哦，对对对，对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水果，是在我们平时生活中就是没遇到过的，就叫做不对，很长，话梅百香果。青芒果、话梅、百香果、芭乐，就是它那个三个东西要混在一起吃，就很神奇，但是口味又很好。对，像一道菜。对，像一道菜一样、嗯、就很好吃的水果。在哪里吃的？就是、我还没吃过话梅、百香乐、话梅、百香果、青芒果、话梅、百香果、芭乐啊。到底是话梅、百香果、青芒果，还是话梅、百香果？这两道两个水果哦，两种、啊、对，两个水果。它就好像有百香果酱加什么的。嗯，这在哪里买啊？就是我们点的外卖。哦，点的外卖就可以点到。待会儿要不你就去那个淘鲜达，你就淘一点话梅、百香果、青芒果，然后给它混一下就好了。非常优秀，我们的小姐姐。这边的水果是真的蛮优秀的。对，而且青芒果真的好难吃到我们那边。好。其实呢，嗯，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两位小姐姐，两位小姐姐也跟我们聊得很开心啊，所有的粉丝们也非常的，你要写啥呀？你到底要写啥呀？这个人追星追的咩意思呀？嗯，好了，你写的我有点看不懂，你追星追的有点过头了。这个价格了，啊、价格。对对对，那我问一个数学题。嗯，我们这么优秀、这么聪明的两位小姐姐，我问一个数学题，我想问一下，你们或许你们知道，就是它就是一题的话是有24包，我们按题算，嗯、平时的话十三题的手帕纸多少钱可以买到？我想一下啊，我经常买纸。这个一题大概是，一题大概就这一包几号链接？这一包是一题吗？我们这一包是一题。龙哥回答一下几号链接啊？这包一题平时应该是15块钱一整个，然后如果是13包的话，就是15×13等于，真的假的？190，哇，这个是吗？
因为平时这一包大概就是15块钱左右，就是对我平时买的时候15，然后乘以13，15乘以13就15乘以28，对，195，100啊，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在130，差不多，大家好像就是叫价。买定离手，叫价叫的越高，买拍三下，买定离手，都不对。也有便宜的，便宜的大概就是大概在110左右吧。对，110差不多啊。平时的话，因为我们这款就是它是新上市的，所以它现在已经是在做优惠活动。如果是平时的话，110.5元，我算得非常精细，110.5元可以买到十三题的这个告白记的超好看的手帕纸。但是现在天猫超市心相印纸巾正在做满109减20的活动，只要90.5元就可以买到13题，总共312包的手帕纸，312包的这款超迷你的手帕纸，非常的划算，赶快下单，真的划算，真的便宜，真的非常的划算，而且是312包，对，真的非常的划算，很划算，而且真的是生活中必备的东西。如果要是它生活中不必备吧，你买它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它真的是你生活中无时无刻都需要纸，比如说什么东西洒水了，你就要用纸擦，擦脸啊，擦手啊，还有什么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东西需要擦，所以你真的还是蛮划算的。对，而且能买300包，而且我觉得就是突然从包里掏出一包纸的这个、啊、这个行为还蛮那个，而且你想一年365天，你可以买300多包纸，你平均一、你就90多块钱，你一天就像我们，我觉得像我们快乐屋要出行的话，你就这样的，你就这一个包，你就这样往里一包就完事儿，我就直接这样夹着走，夹着公文包，就跟公文包似的。对，你平均就是一天用一包都可以用快一年，就很方便，很划算。对，我们的纸巾，刚刚我们的瑞哥有说啊，可以擦手、擦脸、擦嘴，还可以擦什么？擦哪儿都可以擦，还可以。你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擦不到。还可以擦擦眼泪，这个邪恶的小姐姐，这个板又露出来了，写出了5个字。来，所有的朋友们啊，刚刚分给你们的那个我们的手帕纸都可以掏出来，先掏出一张准备一下，这个小姐姐写出了1、2、3、4、5、6、7个字，准备出发，所以准备出发，宝宝们可以先拿出自己刚刚领到的手帕纸准备一下。我们的小姐姐今天很高兴就是能够在我们心相印跟大家聊天，就是在我们心相印直播间跟大家参与互动，给大家分享就是双十一必囤的好货啊，或者是想要的那些好物啊。那现在就是我们的小姐姐也可以，就是你怎么这么悲伤啊，没必要哭了你看这就利用到了，你看主持人非常快速的给大家演示这个纸都可以运用在什么位置，好难哭戏里面，对，我才见到没有一个小时，没关系，我们嘉兴路267号随时你都能见到。好，我们再背一遍，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背一遍这个地点，上海市嘉兴路267号新梦剧院。 OK， 他们都经常见到的，他们经常见，以后我也会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对，然后你一定要带好这个纸巾去啊。什么纸巾，主持人？心相印茶语这款会告白的手帕纸。孩子长大了都学会 Q 了。对啊，大家都长大了，会 Q 了，比我还会 Q，还会 Q 主持人了。搞得我这个主持人快要下岗了。那我们举起我们的小手。好了，再来一遍。老公不要走，你们回去吧，要不这话一说我就必须走了。金总，我要跟你回上海。不要。好了，那是时候就是跟大家告别了。请大家举起手中的小纸巾，擦一擦眼泪。再见，来不及回首。
跟我们屏幕前面的粉丝们也打。好的呀，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哦，谢谢，然后多多买纸，多多支持、这个、多多支持新相印新款，嗯，云感柔肤，拜拜，会告白的手帕纸，拜拜、拜拜拜拜。